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尾巴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备受争议的《恋我癖》这个 MV。当然，现在已经找不到原版了，现在是一个建国中学的人上传的备份。我们开始吧。这好像用白胶写的一样的字啊！汪美儿。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我对于他们中山女高的那个态度是怎样。你看，像这个第一个。这第一个画面的中山女高根本就有打跟没有打一样嘛，我是觉得说如果她今天都已经把这些袖子都拿掉了，然后还被人家认出来说，哎，这不是中山女高的制服吗？然后再来被靠腰，我觉得算是合情合理。可是今天这个 MV 导演他的露内裤了，刚刚这一幕露内裤了，这是很争议的一个场景，你有看到啊？可是如果他中山女高都写的，然后再来怪人家说。阻碍艺术自由，我觉得这就不太对。那有打跟没有打其实一样啊，所以我就故意要挑战啊。他拿什么小黄瓜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小黄瓜。虚拟明星制造，代表他现在已经在数位世界了。好可怕！他要干嘛？这到底是我有点看不懂这 MV。然后他，然后我们的医生穿着一大堆，那烤肉用的叫什么？铝箔纸是不是？然后他们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一个场景设计，然后做了一套在这边写的意识图的。第四组的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才是 Star 券吗？那个，Star 券到底是哪一个？我觉得有点在炒话题，因为这个中山女高，尤其第一个画面，完全没有要打码的意思，完全读得出那个字是什么啊？对，然后除了中山女高，我觉得跳舞机也算是动漫迷嘛。其实我也不晓得，然后应该那些人也要出来抗议嘛？啊，我们动漫迷不是这样子殴打别人，这样会不会挑起更多族群的战争啊？总之，这是一个看了也不知道在演什么的 MV， 尤其最后一幕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又搬了一个人出来是怎样。好，总之希望大家理性讨论啦。虽然我觉得他这点了还是现在的原版 MV， 我在点进去的时候快笑死。MV 中比较具争议性的画面都已经加强马赛克，结果没有想到是整部都有高斯模糊把它处理掉了，这一招也是够狠啊！中山女高其实还是很受我们大家的欢迎啊，就不会因为这个 MV 中山女高就变得不受欢迎，毕竟是女高嘛，就是我想大家都是小见识识啊。哦，还有大家一直叫蔡依林出来挡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首歌啊？这首歌是 Star Chain。Feat 蔡依林表示蔡依林是 Feat 的人呢，一直叫蔡依林出来挡刀干嘛？而且说穿了，这根本就不是这些演出者要出来挡刀啊，对啊，这 MV 制作的问题而已啊，对啊，好，希望大家加油喽，拜拜。